傻猫了。我操，西西，你看了没？上班了。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能特别？好像换了姿势，却又不太了解。不想播了，操他！你生活在。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，像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。最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全凭直觉。你像窝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摸。我下了，谢谢。我跟戴戴说了，戴戴替我播。但西西嗓子这么快好了啊，我拜吧。谢本长，黑不怕，谢文娜。